们用最热烈的掌声，恭请尊敬的卢军红台长为我们慈悲看图腾。大家是一家人啊，大家随便一个啊，接下来给大家看图腾啊。好，你说吧。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。感恩卢军红台长，我是1976年属龙的，啊、我想看看我的身体和图腾的颜色，还有身上的业障比例。嗯，肠胃不好。对。然后腰不好。对。颈椎不好，对，眼睛不好，对，喉咙咽喉发炎，对、啊。我跟你讲啊，你这个人上辈子是个男人，对，他也知道，你的性格跟男人一模一样，对，你的婚姻有麻烦，对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你的命根当中有两次婚姻。嗯、你特别要当心。我想问你，你在结婚之前有没有谈过一个恋爱超过一年以上的？有。那就划掉一个了。那么现在这是第二个，是吧？现在还没有。没有。没有啊。对。那赶快找。不着急。不着急。啊，你现在最主要的问题，我看你的是右肾。啊。右边这个腰啊。嗯。腰后面有点问题。还有你的心脏，哦，心脏有经常胸闷气急，对。你的人很好，你一辈子都是帮别人的，人家很少会帮你。对。那怎么办？那怎么办？念经啊！哦，你帮了人家之后，然后念经，念经，念了之后，人家就来帮你了呀。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你脾气不要太坏。哦。明白了吗？明白。你太坏的话，我告诉你，结婚都结不了了，因为你很厉害。你要找个男的，只能唯唯诺诺的。对。有，这种人也有的，这个也对。对，看到你说没错。你还要看什么？我要看我的业障比例和图腾颜色。业障比例是吧？对。你业障比例是28。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啊，那你这个人孝顺还是蛮孝顺的，孝顺父母亲还是蛮孝顺的，就是脾气倔，还自己伤自己。我现在看你的图腾，你在年轻的时候有一段时间非常想不开，有过一点点忧郁症。对。鼓掌。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嗯。其他的呢，没什么大问题。要注意，就是脚的关节，以后会慢慢的不行，关节不是太好，明白吗？明白。其他没什么，其他的唯一的就是，你现在没男朋友带过来吗？没有。啊、哦，没有，我告诉你，当心，你以后不能太强，你这个病有点克人家的。哦。啊，克人的。妈呀。My God， 我帮你讲出来好了。知道了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啊，你所以对人家要好一点，跟只要谈上男朋友，你就不停的给他念姐姐咒。好，好吧。好。嗯，你人挺好的，很善良，很愿意帮助别人。感恩。啊，这是真的，就是要当心一点，好吧？好的。嗯，身体要当心，还有晚上要泡脚。好的。你的肾脏也不好，肾脏，好吧？对。还有什么问题？是我图腾颜色。属什么？属龙。哦，白龙。白龙。嗯，飞不上去，一直在当中飞，而且这头呢一直翘着，尾巴呢往下坠。这种龙是属于什么呢？比较高傲。你别看你就这样子，你还挺骄傲的。是。是不是啦？对。你还看不起别人呢。嗯，是
前十年，现在我学佛了，我学心灵法门，不这样，我改了。好，好，不能太骄傲。好，稳定感是吗？请问陆大师，我身上没有灵性啊，需要多少张小房子？啊，你家里有灵性啊？我们多少张？你这个家里有灵性啊？你进门的家里的家里的右手边。右手边进门第二个门，这里有一个像储藏室一样空的，这个地方你会经常听到你晚上有声音响的。哦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这里有个灵性，你要回家念27张小房子。好。好吧。好。你想不想看看他是谁吗？不想看。啊，你要看我叫他晚上到你梦里来看看你。不用了，谢谢。好吧。他别来了，你来吧。你看台长的弟子都这样，还有什么问题？台长，我问一个，就我度的一个癌症病人，帮他问一下，他是53年属蛇的，他的胃已经切除了，看到了，他能念多少张小房子？哦，他要念，他至少要念230张。你听得懂吗？我告诉你，他的胃啊，本来已经是腐烂型的，而且胃下垂。医生本来可以切一点点，但是呢，发现他整个烂了很多，就把它全部切掉1/3。对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你要叫他现在开始吃全素了。吃全素。啊，如果他再吃荤的。他过去吃的肉啊虾呀、接在肠子上下不去，不消化，晚上又不运动，然后呢一直接在肠子上，时间长了结肠嘛，结肠之后他出不去，他就腐烂，肉在里面腐烂之后呢，就跟自己的肉就接在一起，所以叫肠癌嘛，结肠癌嘛，就这样的。所以很多人不知道，你们知道过去开刀不是用红线吗？现在不是用羊肠线吗？羊肠线把你缝起来之后，它跟肉长在一起的，时间长了呢，这个肉和这个肉长在一起，你吃下去的东西几天便秘之后，它就接在你的肠子上，它就跟你的肠子长在一起，腐烂你的肠胃，所以它开刀的时候要把你肠子割掉一大段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所以你要跟他讲，要一定要吃全素，吃全素，要他干净，干净，叫他好好修行念经。好好修。我刚刚看他的图腾，我只能说一点，这个孩子特别执着，想不通。对，找我。啊，看见吗？嗯。好了。感恩刘云台长，谢谢。好，好好念经啊。好，谢谢。近几年属什么？1968年属猴，眼睛看不见。是你还是谁啊？我帮他再看看。68年。嗯。啊，眼底视网膜破裂。嗯。眼睛底呀、啊。对。不是全部看不见，能够有一点点的光。一层。一点点看得见，对，对不对啊？对。啊，这个你呢，听台长的话，你要使用吃全素。台长今天可以帮你稍微治一下，让你看得更多一点。但是你不念经是没有办法的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你这个人呢，脾气很倔，对人很好。但是呢，你的心只要别人伤过你，你永远不会忘记，这是你的毛病，改不改？对。改不改？改。你改，现在台长帮你治一下，好吗？好。啊，你感觉的眼睛很快就会热的啊，好吧？我会让你现在可以看见一丝一丝的，过一会儿会亮一点点，好吧？你把感觉告诉大家啊、okay. 好，你现在把眼睛闭起来好吗？啊，
热闹吗？清楚一点点。看见了吗？我告诉你，你要是吃全素再念经，你会清楚两点点，然后你再放生再许愿，清楚五点点。好不好？好啊，你看看对不对？长得漂漂亮亮的，还眼睛看不见，多不好啊，对不对啊？对，要有信心。你相信不相信观世音菩萨能够把你眼睛治好？知道。相信就好，对不对啊？相信。现在眼睛这里热不热啊？一点点热。它就是慢慢来的，像电热毯一样的，不会马上热的。知道吗？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你好好听话了啊！我告诉你，你呢，上辈子呢，在天上是个鸟，所以你呢，应该是逃下来的，所以你的嗓子声音啊，应该很好，讲话语言表达能力，很多人都很愿意听的，对不对呀？对，而且你还会唱歌。你要是好好学唱歌，你的声音很好的，对不对呀？对。鸟嘞，大家要记住啊，不好好修不行，好好修什么都解决。我告诉你们，生癌症都不要怕，有观世音菩萨保佑，什么病都会好，相信吧。相信。好吧。现在还会更亮一点点。他功课每天大悲咒要念27遍，心经要念49遍，礼佛念5遍，你知道吗？他主要是在天上看了不该看的东西了，明白了吗？他这个小鸟啊，灰呀灰呀灰呀，看着天上有些不该看的东西了，听得懂吗？所以让你现在看不见，你现在每天念5遍礼佛，说观世音菩萨，我忏悔我的过去，明白了吗？你看看，你眼睛慢慢的看着，明年啊，你啊来的时候啊，我看你啊看见很多了。谢谢你啊，台长。啊，好好听话啊。请问台长，他的小房子要念多少？他小房子要很多。他小房子，你先给他念，要念800张。800张之后呢，再不断的，800张之后会很明显的看得见。放生多少条鱼？放生要12000条鱼，好吧？你放心好了，这孩子挺乖的，啊，在家里，你别看他眼睛看不清楚，但是他把东西要整理得干干净净，因为我看他家里，你们家里很干净的，房子也挺大的。对。感恩大师跟观世音菩萨，你好好听话了。而且我告诉你，你们要相信观世音菩萨的慈悲，明白了吗？因为有些事情呢，我因为看你跟佛很有缘分的，明白了吗？因为我看你啊，跟佛真的很有缘分，希望你好好的修，你要相信你的眼睛一定能够看。我告诉你，最长时间是1年8个月，你保证看得见。谢谢。好吧。人也漂亮了，开心了吧？对不对呀？你看现在眼睛又亮一点了吧？对，有。看见了吗？看见你心房发光了。看见台长身上发光，看见了吗？我早就跟你们讲过了，你们不要担心，这个人间解决不了问题，只有菩萨能解决。谢谢观世音菩萨。感恩台长，他自己的业障自己背，不让师父背。这小杨子挺乖的啊。请师父再帮忙看一个亡人。好。刘继明，1996年。男的女的？男的。刘继明。继是什么继啊？纪念的纪，人民的民，文刀刘。什么时候死的？96年，1996年。男的是吧？男的。哦，看见了，在阿修罗道。谢谢。我告诉你啊，我告诉你，个子长得蛮高的，这个脸像长得蛮庄严的，就是头发很少。对。鼓掌。听得懂吗？谢谢台长，谢谢台长。这是你先生啊？不是，这是我的父亲。啊，你父亲是吧？对。有点官相吧，好像活着的时候好像还有点。有点做领导的这个。是的，是的，有一点。
谢谢谢谢师傅。手很巧哎。是不是？谢谢师傅、啊，是的。嗯，他说你，他说你活，他活着的时候，你很不听话，尤其在感情上。是的。听得懂吗？是的，是的。啊。他曾经说过我是个坏孩子，我就。对。他就是意思上说你坏孩子，主要问题他不喜欢你这个老公了。听得懂吗？你老公经常教唆你去骗他，这是他现在告诉我的。所以你赶快给他多建一点小房子。好的好的好的。好吧好，我再讲一点你就知道了。你爸爸手巧的不得了，家里什么都会做。嗯，做也做的这些东西。啊，就是家里啊什么都会做，修修补补什么都会。是的。明白了吗？是的是的。穿得很朴素。是的是的。啊，谢谢谢谢谢谢师傅。穿老头衫。脖子圆的，好吧。卢台长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我帮一个同学问哦，他是57/10的，男的女的？男的。想问什么讲啊？看他有没有灵性身体。哦，他这个出毛病了，经常自言自语。哦，他晚上睡不着哦。啊，自言自语啊，身上有灵性，听得懂吗？是。他说什么话的？他说白话的。白话佛法是我说的。他说什么语言？他说海通话。本地话，香港话。他的啊啊，广东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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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对对。啊。你跟他讲啊，我告诉你啊，他现在身上有一个灵性，像一个动物在他身上，所以经常让他跳啊跳啊，他走起路来像跳跳一样，一个跳鬼啊，在他身上。他自己年轻的时候杀过一个很大的动物。他说你好像你刚杀了个动物。他说年轻时候不清楚，我没有杀过。什么叫不清楚啊？狗杀过吗？小猴子杀过吗？大老鼠杀过吗？老鼠杀过了。你看广东话呀，他说忘记了，他不记得。忘记了。他跟你说他杀业很重的，他这个已经出毛病了。你记不记啊？你叫他要好好放生啊。我告诉你啊，他这个睡不着觉是很长时间的，你跟他讲啊。半年，我告诉你，接下来还有个问题啊，他一个左眼啊，经常跳，而且左眼以后慢慢会看不见，明白吗？还有他以前有跳过一次，看见了吧？我告诉你啊，眼睛已经看不大清楚了。还有啊，他的左手发麻，每天早上，那是右手。洗澡啊，他说搓背啊，他说摇，对呀、啊，有不啦？摇的，每天早上啊，讲都不要讲的，手发凉，脚发凉，听得懂吗？你要好好听台长话的，你要放生的，像他这种人现在走掉的话，谁下去做鬼？听得懂吗？他都听不懂，麻烦的，那你是他会听啊？你要叫他每天要念经。念大悲咒，念心经，但是现在念经念三个多亿，他问你的那个经文念的好不好？他已经念了，念的三个多亿了，他已经消，已经蛮好了。那小丸子呢？小丸子他念的好不好？还可以。他这个人呢、没有胆量去搞别人，但是呢，小气，然后呢，心眼很小。我刚没小黑了，听得懂不啦？记不记啦？当不得啦？信不信啦？来，台长，他放生要放多少？放生啊，先放2500条。他这个人啊，我告诉你啊，他这个人啊，很小气，自己都不舍得用的，他把钱全部藏起来的，明白了吗？我
都知道他藏在哪里的。他说对了，他说对，对了，肯定对了，我讲的会错的，明白了吗？啊，你跟他讲啊，叫他要放生2500条鱼，叫他不要买这么小的，像他这种人，说不定买这么小的，要这样大的。台长啊，他问你他家里的佛台是怎么样的？啊，他家里的佛台是一个红木的，啊，对对，对不对呀？他三层的，对对对对对对对。我告诉你啊，我什么都看得见。我告诉你，家里不大，但是呢，还是蛮干净的。他这个佛台啊，左边呢、啊、有一个窗户啊，下面有个沙花呀、啊。对对对对，哎呀，你明白吗？他问你要不要出药啊？现在他现在啊，我看看啊。你叫他现在吃半颗，去跟医生说，我现在好很多了，医生，我能不能减量吃半颗？听得懂吗？跟医生说我吃半颗药，医生会给他，然后他的脑子会好。我告诉你，他这个药吃下去之后啊，他的头发就是吃药吃的掉的，明白了吗？而且他的脑子发呆，明白吗？其实他过去脑子很活的，做小脑筋做小生意特别活，他还会帮人家 delivery 送东西、听得懂了吗？啊，他现在这个小房子要念念多少？小房子啊，一直念下去，小房子一共要念800张，好吧？龙八八张怎么讲？八江，八江啊！不对江。啊！他说以后会不会好的？你说什么？他说以后会不会这个病情会不会好的？他如果不念经的话，他就不会好了。就是一直年纪大。清清楚楚，然后呢又糊涂，清清楚楚又糊涂，到了晚年呢就是一个老年痴呆。如果他念经的话，台长可以保证他在1年0.4个月，基本上恢复到70%。哎，怎么办啊？问你能不能叫他不要吃活的？都可以，可以。哎呀，你是生猛海鲜的。进去啊！我告诉你，你跟他讲啊，他下面里边的牙齿都坏掉了。台上刚刚看图腾的时候，他这个图腾整个里边牙齿都不好，啊，关节也不好。跳了，他头了一个。好了，还有什么问题啊？问一个完整，台长，王仁，王仁叫什么名字啊？叫南章，林啊，叫树林的林。张是张芝的张，姓什么？姓林，林啊，林张，张是姓林啊，啊，林的张，张芝的张，啊，你一个个讲，姓什么？姓林啊，张木林啊，张木林，张木林，第二个字是张芝的张，张就三点水一个，叫做王就变的张。王字边旁啊，一个什么？还要有个容易点，这三华山那个三珠的三，我都说不准，不知道啊。林章啊，林章，章是，你找一个人讲一讲，你看看。工作章啊，章一个章，工作人员给他念起来啊，这是什么章啊？写一下。什么针啊？叫林针，双木林针，珍珠的针。啊，林针，林针的，说不准，对不起，说不准。所以要好好，香港人要好好学国语啊，学传统呀、啊。几十岁还敢学的？林针，男的女的？女的，是我母亲。
个子很矮，哎，对，哎，对，头发往后梳的，对，鼻子倒蛮大的，对，对。哦哟，你妈妈在家里过去一直念经的，我告诉你，现在已经在天上，在御界天，在御界上，对，要不然我叫他下来看看你啦。看看你这个不孝子孙的，他说你是讨债鬼呀，在这里我是他忏悔的，他忏悔的，好好忏悔啊！他现在跟我说你是讨债鬼，听得懂不啦？对，罗债鬼。好了，是，没事了。他妈妈从小念经的，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大慈大悲卢俊宏台长，我们自己的业障自己背，不让台长背。问一个1974年属虎的，颈动脉夹层，还有他身上有没有灵性？几几年的？1974年属虎的。男的女的？女的。男的女的？女的。1974年属什么？属虎的。身体非常虚弱，对，人很不舒服，整天爬不起来。对。我告诉你，身上有灵性，明白了吗？老觉得发无名火，好好的，突然之间就不开心了，就要发脾气了。对不对啦？对，是你老婆啊？对。啊，你要叫她当心的，她掉过孩子。对，鼓掌。因为有一个小孩在她身上，两个小脚插在她的腰上，两个小手卡住她后脖子，所以她的颈椎不好，她的腰不好。你问她对不对？对，还要我讲不啦？你是一个怕老婆的，你对老婆很好的。对，讲得响一点啊。对，听得懂了吗？听懂。还要问什么？还有小房子要多少张？还有那放生多少？你小房子叫他7张一波一波，好好的念，一共要念到130张，好吧？他已经念了。念了250张了，两百张，还要念？质量好不好？是这样，质量还可以。你叫你老婆放生呀？放生。不要小气啊，要放生。是的。明白了吧？明白。他们香港公修会整天放生的，叫他跟他们一起去放生去，好吧？还有头疼呀，这业障比例。这个小孩子一共要给他念49章，好吧？他几个孩子？都被他抢对了，现在2个。对，看见了吗？打到2个，台长都看得出来了。啊，你呢？好好的听话，你老婆好了，你有点财运。你老婆不好，你没有财运，听得懂吗？他现在就是你老婆开心了，他靠我发财呀，好雷靠我发财呀，雷干妹啊，头痛脸色，讲国语的，头痛脸色，讲广东话了，讲国语，我是。内地的不是广东的啊，你讲吧。头疼颜色的业障比例，你老婆是吧？对。几年的？1974年属虎的。偏深色，白的底，老虎皮上有点颜色，听得懂吧？所以他穿衣服可以稍微深一点，不要全部黑的就可以了。你要叫他去找工作呀。想做一件事情很顺利啦，你就叫他穿的稍微偏深色一点，有点花纹的衣服啦，就跟他的图腾就相配了。
听得懂了吗？他现在不能工作了。什么？不能工作了。腰爬不起来是腰。他手脚现在一点都不好。手可以动，左手可以动，右手差一点。叫他锻炼。说话的也不是很清楚。叫他锻炼，叫他吃全素。好不好？好，今天就许愿了，就叫他。今天许愿，好吧，叫他吃全素。又救了一个，要叫他吃全素啊！好，谢谢师傅。还有什么问题啊？还有他功课怎么做？功课我们就大悲咒、心经呀、现在礼佛每天念三遍到五遍，好吧？那个小房子多少？对，放生多少？我问过了，不是讲过了？讲过了，放生叫他4000条，4000条，好吧？好的好。叫他小房子慢慢念，我刚刚说了，叫他多少张啊？刚刚讲的，还要我重新看的。还要问个王人，把同事问一下。啊，王人叫什么名字啊？金定胜。什么？金，黄金的金，一定的定，胜利的胜。金定胜。男的女的？男的。几几年过世的？1999年。现在在哪里？男的是吧？男的。金定胜。金定胜。啊，他有个小名。金定胜。男的是吧？男的。他看见他修罗。他蛮好的。好的，那谢谢他的。好了。所以啊，对王爷孝顺一点的、就念点经啊就好了。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师父卢俊宏台长。我以后我自己的业障自己背，不让台长背。我是1959年出生的，下请师父帮我看看。我肺上的有什么问题？我看一下啊，59年属猪的是吧？对。啊，肺上的有气泡，在这里啊，对，有个小气泡。鼓掌啊！对。对。啊，我告诉你，这个气泡现在应该是你过去曾经有过啊毛病。然后慢慢的他自己揭盖的，揭盖边上还有一个气泡没有长好，所以你经常会咳嗽，听得懂吗？对，你现在开始要吃全素，我吃了多少时间了？一个月多一点点，总比不吃好，对，继续下去，对，好吧，对，你看看啊，我看看有没有。啊，没有灵性是业障，业障就念小房子，好吧，念多少小房子？小房子要念，一共，好吧？好的，一共要念1300张，你平时就21张21张一波一波念，好吧？好的，老先生，我告诉你，你现在几岁啊？我现在57岁，57是吧？对，我帮你看看你可以活多长啊？你想知道不知道？想知道，想知道。你不知道我不讲，我想知道想知道。哦，蛮长的，很长的、你可以活到74。谢谢，感恩。你要念经要修心的。哦，好的，好吧，好的。你这个人呢，年轻的时候做了一些不大好的事情。好的。现在好很多。我这边上是你女儿还是老婆啊？我妹妹。你妹妹啊？对，你要注意啊，你年轻的时候太风流了，好好忏悔啊。忏悔不啦？我一定忏悔，我一定忏悔。师傅，我在家问你，我这种情况我还是要放多少？你这样好吧，台长告诉你，中药吃川贝好的金，川贝金。好的，好吧，好的，每天吃2顿，好的吧，
金门，我刚刚就跟你讲了，好的，放生要念，要放14000条鱼。好的，好吧。那么我前面放过鱼，我放了已经大概放了40000多条鱼了。40000多条，你还要放？好的，好吧，好的。你记住了，我告诉你，就像吃饭一样，你说我昨天吃过了，你今天就要吃的，明白了吗？这不就像我还继续放鱼就是说，还要鱼念经。因为我刚刚说了，就放14000条。林台长，我帮他问一下，他现在主要是说那个肺部已经转移到肝病那个，我看看啊，好像是，一点点了，死不掉，他最近一两年死不掉，那他我说的，明年你叫他来看我，好的，我说死不掉就死不掉，好的，我就是这么厉害的，嗯，好的，感恩师傅，我上次说一个人要死掉，他说什么病都没有的。结果6个月之后死了，广播里全部有录音的，你们就听好了。我说你死不掉，但是老先生你要好好忏悔，你不要再先磕磕了，看见女人眼睛不要再花痴痴了，听得懂吗？你老实一点的，你到底命重要了吧？哎呦，感恩大悲救苦救难观音的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师父，自己的业障自己背。现在问一个62年属虎的老虎，肝癌晚期，肝腹水，自己和家人已经念了大概800张的小房子，放生6000条鱼，想问一下还要念多少张小房子，放生多少条鱼？就是他是吧？对。我告诉你啊。后面是他老婆吗？对。叫他赶快忏悔，有一个女的在他身上，我不知道是谁，你要好好忏悔了。记住了，他这条命不长啊，他最多还有4个月到8个月的时间。我以前做过杀业。他说他以前做过10年的杀业。什么？以前做过10年的杀业。做过杀业。哦，杀业。对。哎呦，怪不得的。我告诉你啊，我刚刚讲了，他的命还有半年到8个月。你现在要叫他赶快放生，听得懂吗？所以我叫你们不要搞杀业，搞杀业之后终会有报应的。所以做人不能有杀业的，不知道将来啊，不能这么玩的，听得懂吗？听懂。要叫他每天念5遍礼佛。现在这里每天的5遍礼佛。嗯，他很危险，他看我看得太晚了，早一点我还能救他。他现在是夫妻双修，已经吃素了。嗯，还是不行，因为他业障太重。现在还要念多少张的小房子，放生多少条鱼？我只能帮他演，我没有办法救他，我可以帮他演，稍微演一点时间。他如果能够念小房子1万，放生12000条鱼，好吧？然后小房子叫他念，要2000张小房子。2000张小房子，12000条鱼。好吧。能演一点时间。他现在几岁啊？54。54岁是吧？对。看吧，可以帮他延1年半时间，一年半当中死不了，但是会比较痛。如果他好好的念经忏悔，看，只能因为他这种情况是一段一段延的，不可能我今天能够求菩萨保佑就可以让他取掉这个灾难，因为菩萨都不能动因果的，听得懂吗？听懂。只有靠他自己，菩萨看他1年半的努力，然后呢再给他延，延到后面就是受偿了呀，好吧？你要叫他忏悔，还有一个事情，你要叫他好好的忏悔。你太太在我也不怕，讲给你听。你年轻的时候害过一个女人，这个女人要死要活的跟着你，现在死了，老在你身上瘦瘦的，忏悔。他说忏悔。我告诉你，听得懂了吗？这个女的现在老在你身上。
瘦瘦的。哎，他，你不要去问他了，他妈妈在边上，你怎么讲啊？我只能给他个面子，就是你在结婚之前的女朋友，有一个人很喜欢你，后来你把人家甩了，人家现在死了，现在来找你，听得懂吗？瘦瘦的，个子不高。想了是不是太多了？想不起来了。晚上我可以叫他来找他的，很简单了。你要是再不好好承认的话，晚上我叫他来找你，你就惨了。我告诉你，惭愧惭愧，看见了吗？忏悔忏悔，我告诉你，不给他点颜色看看，他会忏悔的。现在的人，你要叫他忏悔这么容易啊？哼，还有什么问题啊？还想问一下他家里的佛台。家里倒弄得蛮漂亮的，佛台蛮好，还供了谁啊？好像土地公公还地藏王菩萨，还有好像供了好几尊的土地公公，看见了吗？台长给你们颜色看了吗？好好念经，你现在要供我们心灵法门的观世音菩萨供个像，要最好不要放在一起，另外弄个桌子就可以了。他左边是祖先，左边另外一个祖先啊，祖先不要供了嘛，祖先啊，很多祖先已经投胎了，变成人家说很多小孩子为什么看见小孩子抱在手上，哎呦，我的小祖宗啊，就是他祖宗投胎的，听得懂了吗？所以很多孩子就欠他的一样，哎呦，抱出来对他好得不得了，祖先了。祖先不要了，供菩萨比祖先灵。很多祖先如果在地狱里面受苦的，有个投胎了呢，听得懂吗？听懂。你要硬要供祖先，不能跟佛放在一起的。你记住，菩萨一来，祖先一个都吓得不敢来的。他是分开桌子的。桌子不行，放得太近了。你们现在两个放得太近了。对，看见不啦？我想到他家去呀。你要我再讲不啦？一进门是一条走道。对不对啦？感恩师父，感恩观音菩萨。家里还有铁门，沙发比较旧，我停不下来了，哈哈哈哈，好坏人了。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，感恩龙天护法神，感恩恩师卢军宏台长。这是我在网上认识的一位佛友，他是1988年属龙的，得的是乳腺癌。一年前学习的心灵法门，但是学习心灵法门半年前不精进，三天打鱼两天晒网。今年4月份发现得了乳腺癌，之后许愿吃全素，目前发愿念了1000张小房子，放生1000条鱼，目前已经念了500张小房子，请。我告诉你们，你们不要以为这个世界，我告诉你这个世界很奇妙，你们以为乳腺癌就是女人生的，看看了吧，男人照样生。台长，她是女孩子。啊？Sorry。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呢？对不起。你这有意让我出洋相。她是6月22号。她这个样子看来就像男孩子一样的。要了没？他4月份还好，还没看图腾呢，要看图腾说又图腾不准了，可能吧？讲吧。目前。你几年属什么的？88年属龙。右乳房。右乳房的边上，这里不好，左乳房的中间不好。对。告诉你，看下去还有毛病。心脏不好，对，再往下看，腰不好，对，再往下看，肠胃不好，是的，哎呦，妇科也不好，对，有子宫肌瘤，啊，蛮大的，一个大的，两个小的，对，鼓掌，
点，脚上有鸡眼。啊，你要好好修，你今天碰到台长了，算你有救了，明白吗？我告诉你，他这个左乳房啊，好像已经不一样了，好像已经有动过手术一样。才做三次了，已经。什么？做了三次病理。看见了吧？看见了吧？我看的不正常。那现在，你叫他放生要15000条鱼。好的。你记下来，啊，小丫头，15000条鱼，好吧？你身上有灵性了。你结过婚吗？没结过婚。没结过婚是吧？但是不好意思告诉你啊，没关系吧？你这边没关系，师傅。哎，你身上有小孩子。对对，师傅，做过打过胎，我忏悔，师傅。鼓掌，看见了吗？当场给你们颜色看。哎，打胎，我告诉你，我已经很保留呀。我说问你先结过婚没有，对不对啊？你自己好好的忏悔吧。明白吗？我告诉你，这个孩子现在在你身上很麻烦，你一定要好好把它操作掉，好吧？好的好的，师傅。你关节也不好。对。身上骨头响啊，缺钙。对对，特别早上起来的时候。看见吗？看病啊，帮你看病，其他没什么问题。你这个人像男人性格。对对对。啊，你过去。做了很多不努力不努把的事情，是的，师傅。而且你是倒贴的，对人家很好。对。我看你的图腾都是对人家男的很好。对。买东西啊，请人家吃饭的，你的条件不错。对对，师傅，是的。忏悔。我忏悔，师傅。我错了，师傅。小房子一共要念420张。师傅许愿许了1000张，现在已经念了500多张了。那好了，差不多了，还400多张吧。嗯。没什么大问题。师傅，图腾的颜色能帮助？我看看啊，你左乳房没有扩散，你要当心你的右乳房刚刚靠近边上那个地方，不太好。我告诉你，你自己告诉我，这里已经有胀痛感了。对对对，是一下子都有了，现在。右边，右边。对，都有，两边一下都有。看见吗？看见吗？吃全素了没有？吃了，已经。每天吃螺旋藻。好。好吧。好。还要吃卵磷脂。好。没有什么问题，我可以保你最近的4年当中没有生命危险，好好念经。好吧。师傅是这样的，就是从我得了病开始，我就开始发愿，然后，我在做化疗嘛，化疗就4次之后才能手术，这刚做完1次化疗，然后我现在就能站在这儿，然后我的白细胞正常的就是一点都不低，医生都特别的惊讶，然后特别惊讶，没有菩萨帮助你啊，特别惊讶，对呀、啊，你去看看每天死多少人呐、啊，对对对，怎么你到你这里就医生惊讶了？然后，我在梦里边梦见过，就是那个台长姐，您告诉我，我得的不是癌症。然后还有关心。那你如果听到台长在梦中告诉你，我的法身很厉害的，只要我告诉你说不是癌症，你赶快要当心了，因为很多都是，我不能讲的那些话。然后还有就是我在就是6月份的时候，也是梦中，然后菩萨妈妈对我说，让我7月12号做手术。然后那个这次我去医院的时候，医生真的告诉我是我的时候日期已经定了，在7月12号。看见吗？我告诉你，我刚刚看你这个乳房，并不是癌症，但是里边有乳腺增生、血液增生，听得懂吗？听懂了。所以你做这个手术，帮你调整一下，我觉得也不是一件坏事情。你不要担心，不是癌症，你死不掉。但是你要记住了，这是给你现实当中颜色看，因为你做错很多事情，而且你从现在开始每天要念3遍礼佛大忏悔文。好的，师傅。好好放生。好的，好的，师傅。真的没出息了，你自己知道年轻的时候做的事情，晚年不要报的。是的，师傅，忏悔，师傅，我一定好好做。还要渡人、嗯，你看人家网上怎么渡你的啦？对 对, 对。你看看他怎么没病的啦？人家念经呀。对对对，好好修了，下去啊！感恩师傅，感恩
恩师父。这个图腾的张汉宁图腾的号是山东的一个同修让了他，在此非常感恩山东的同修，感恩观世音菩萨，感恩恩师卢军宏台长。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，感恩十方诸佛菩萨，感恩诸位龙天护法金刚菩萨，感恩大慈大悲的卢军宏台长。哎呦，这个君子念得很累啊，卢军宏台长。哎呦，讲吧。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我作为你。我自己的业障自己背。哎，你可以讲正事了，好吧？非常对。非常我快。再这样对着话筒啊。我想看我自己三次的情况。几几年属什么的？1966年是蛇的。属蛇的是吧？哎，是蛇的。啊，想看什么讲吧？我反正我哎呀，看一看。想看什么？身体，身体健康，身体等等啊，属蛇的是吧？肠胃不好，心脏不舒服，妇科不好，腰不好，关节不好，听得懂了吗？听懂。哎，讲的对不对啊？全对的。哎，我问你啊，卢军宏讲的对不对啊？我普通话不太会，不大标准。卢军宏讲的很对的，听得懂吗？讲吧。对的，我身上的业障有多少？你身上的业障有多少？身上业障有36。要念多少小房子？放多少？小房子要念368章。哦，好，你这个人挺好的，就是太小气。哦，对。对，知道自己毛病的人还能改，最讨厌的是有些人自己毛病都不知道，明白了吗？感谢队长，要放多少条粉？要放鱼啊。放鱼。放鱼要放3000条。哦，好吧，慢慢放。哦，好。你不要着急，慢慢放啊。感谢队长。从台长变成队长，怎么一人又往下跑了，马上变组长，哎，你讲吧，队长怎么讲？队长，我现在帮我看看家里面的佛台，家里的佛台，让队长看看家里佛台啊，哎呀。家里的还蛮好的，佛台有菩萨来过。你就是你家里啊，这个佛台啊，位置啊，能不能再往当中移一点点？你才靠边上了，明白吗？还有你要注意，你们家的卫生间的门要关起来。你们家卫生间的门呐、开着不好，气场很不好的。大家要记住了，卫生间的门。24小时要关，进出都要把门关起来的，明白吗？我的功课做得怎么样？小房子。功课还可以。功课可以。你不要担心啊，你讲的这个不动话，菩萨也听得懂的。因为是一种 message， 它是一种意念，并不是说你念的准不准。有一个老妈妈一辈子念嗡嘛呢叭咪牛，结果她照样上天。是一种信念，听得懂吗？好了。看什么了？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。谢谢啊。学佛人就变得可爱了，啊，不学佛啊，人就不可爱，好吗？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了。感恩卢台长，我们自己的业障自己背。你好，卢台长。你好。他想问，1955年男的属羊的。1955年男的属羊的。男的。看到了。看到了，你不讲我知道。哎呦，
症，真的很痛很痛。晚期听得懂吗？晚期。明白吗？知道，明白，知道。他的血液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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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。嗯。血液还有骨头，啊，都有一点癌细胞在流。听得懂吗？是，因为它的颜色血液都变了。已经看上了，也医院那边说了。啊、嗯，我告诉你，很麻烦的。要怎么样？它有沙叶。有我有。鼓掌、啊。我告诉你，还能再拖点时间，明白吗？他人是挺好的一个人，啊，是你老公是吧？是。啊，他人是挺好的，是。很，不是说像做坏事的人。是。我看他的图腾也不是太坏，但是他主要是杀业的报应，明白吗？白，你们赶快给他多放生，是，好吧？好。家里呀、啊，我们家里还藏了一点钱呐、啊，啊，把它拿出来。放下去，他这么多钱啊！我都看到在家里钱藏在那个小房间里，我都看见。对对，看见了吧？存在银行里的比较少，因为现在利息比较低。你要拿出来放生，听得懂不啦？知道。全部要放，一点点放，先放14000条。好吧，而且每一次放的时候，请观世音菩萨慈悲，让我先生多活一点时间，我要让他现身说法。嗯、你要叫他吃素，他能做到的。是。你的先生人蛮好的，他人不坏，就是杀业，明白吗？明白。你们要救他，两个家里的人都要帮他建小房子，好吧？小房子我看一下啊，先念420张，好吧？你要记住，还要拿出来49张给你家里房子的要经者，因为你们家里有一个鬼老搞你们，所以你们家里经常会有声音的。这个首先给他，房间一边给他，一边给房子的要经者，49张。房顶上没有声音啊，厨房间、卫生间、房子里上面有声音吧？有声音，有时候有。讲给你听好了，在哪里、啊？进门左手边，进门左手边那个地方，经常有一个门会嘣一下子关起来了，有吧？有我有啊，有啊有，对对对，我告诉你，我比你在你家里还清楚呢。但是他的老婆他说今天发愿吃素了。他老公是吧？是我自己。发愿吃素了。是啊。嗯，很好，你救他吧。好吧。有没有？哦，等等等等，他有一个地府的业，这个差就是鬼差啊，在他身边，要带他走。求求观世音菩萨，让他先离开，给他个机会，求求观世音菩萨慈悲。谢谢关心，同乡，谢谢吴台长。那你念的小房子要给他的啊，一定要把他自己还债还完的啊。你不要开玩笑，你开玩笑连你一起走掉的，明白吗？我告诉你，你们两个人呢、啊，他们两个人呢、啊，年轻的时候就是哎呦，就是不好啊，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，占人家便宜，听不懂啊？要改的。要忏悔的，你不忏悔，菩萨怎么帮你啊？刘太太，他是1960年的，他自己可不可以帮他看一看呢？好了，不能多看了看，他没有什么好看的，他主要问题一个腰不好，还有心脏不好，胸闷，对，好了。卢台长，我的脖子上有没有肿瘤啊？可不可以
帮我看一下。今天不能问这么多的，你好好的，你好好的吃素。我已经吃素了。吃了多长时间了？大概8个月左右。念经。有吗？有。我告诉你，你感情上一定要跟我当心点，不要乱谈恋爱。已经离婚了，现在一个人了。所以你才乱谈呀、啊，听不懂啊？忏悔。卢台长，我多少篇那个礼佛忏悔文的一天？你啊？你每天要念五遍礼佛忏悔文。功课怎么样？因为我这几个月我已经T3 T4 已经验了，他们说在中间没事的，但是这里又我告诉你，你要记住了。你除了吃牛黄解毒丸，吃全素，你然后呢自己做人做事情要稳扎稳打，不能再像过去一样了，明白吗？还有嘴巴里不要乱讲那种不好的笑话。网上不要看，因为台长刚刚看图腾，看到你在网上看了很多不健康的东西。以前呢，现在也有。你给我老实一点，好好忏悔。我看不见。那么，哎，功课那边怎么样呢？什么？你要是再看下去的话，你不会好的。谢谢卢台长，谢谢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谢谢。不敢叫再给我看下去了，再叫我看下去，我看得出他看什么东西。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卢台长。我是想帮我妈妈问的，她是5月份的时候得了宫颈癌，然后是1958年的狗。58年的狗。已经做过手术了。对。我告诉你，子宫都拿掉了。鼓掌。听得懂吗？你们记住了，叫你妈妈现在好好做人。你妈妈很厉害，很能干，把你们孩子养大也不容易。但是妈妈比较厉害凶。你要叫他好好念经，明白了吗？你这个小丫头也是的，不要学你妈妈不好的地方，学你妈妈善良的地方，明白了吗？你也很凶，听得懂吗？你不要以后也生妇科病，你就好好的念心经，每天如果保持21遍，你保证你不会生这种病。还有谈恋爱要当心，不要看人家钱，要看人家人品。听得懂吗？听得懂，我已经结婚了。结婚了？你的意思就是很后悔了？没有，不是，就是我想帮妈妈再问一下，就如果她应该怎么做功课？功课叫她念大悲咒，每天念21遍，心经49遍，礼佛念5遍，然后念消灾吉祥神咒49遍，还要念一个解结咒49遍。好吧。还有她需要多少张小房？就是他身上有灵性还是怎么样？还有，他的乳腺也不好哎，你去问你爸爸。他的乳房也不好哎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左面。你叫他去查好了，肯定查出来。你叫他赶紧吃全素。好吧。好。你叫你妈妈赶紧吃全素，现在还有救，好吧？小房子一共叫他念230张。230张。好吗？那需要放生多少条鱼？你家条件不是太好。你放生就可以放生，我看放生1300条。1300条。好吧。好。你听话，叫你妈妈不要怨。你妈妈自从生这个病之后，一直很怨，怨天怨地，发脾气。你要经常叫他看看卢台长的 DVD 和书，他会开心的。因为这个一切都是缘分。像你妈妈说，这个结过了就会好了，不要叫他难过，否则我看他晚年会得忧郁症的。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他生你们的时候已经有过忧郁了。可是他只生了我一个。就生你的时候呀。就得了忧郁。对啊，有忧郁症，你去问你妈就知道了。好吧。还有你刚刚说我也很凶，我想问一下，就是我结婚5年了还没有孩
这个原因。你要你跟你老公两个人不信佛，我怎么救啊？我告诉你，我多少年八年生不出来的，七年五年生不出来的，台长在法会上当场讲的，我说你八个月之后好好做这个做那个，就生人家就生出来了，全部都这样。那你要相信的。你刚刚开始你怎么生啊？对，还有你老公不相信，你不相信你怎么生啊？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你属什么的？我属1983年的猪。你老公的属什么？也是一样的属相，1983年的猪。嗯，念经吧。你说你命宫当中应该有一个女儿。你我刚刚看图腾，你应该曾经有过怀孕的迹象。生过，后来没了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就是你有一次，就是月事很长时间没有来，时间很长，然后来了之后就没了。哦，那就是我。已经冲掉了。你现在还有个女儿。那我应该怎么办呢？念经、许愿、放生，到门口去问。好好念经，你才会有。好了，下去吧。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，感恩师父。你们穿的这什么衣服啊？古代衣服一样，谁设计的？讲吧。这是我的丈夫，他是1969年属鸡的，在2013年在北京协和医院检查出这样多症，现在已经发展到四肢没有任何的活动。几几年？告诉我。1969年属鸡的。我不知道告诉我什么病的。几几年属什么就可以了。1969年属鸡的。腰没有力量。是的。整个脊背完全瘫掉一样。对。哎呦，两个灵性拉他的。两根绳子一样的铁丝啊，拉他的腰，听得懂吗？就是往上切，所以他经常会抽筋。是的，是的。鼓掌。他还能活1年0.3个月，你要叫他变化，好好的念经。我告诉你，他是来。还债的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这是他婆婆是吧？是他妈是不是？他妈。啊，你叫他妈好好帮他念经啊。好的。这个孩子是来还债的，他很快就要走的，所以你现在要给他念小房子。你妈妈从小啊对他很严格，骂呀打呀什么都要做的，听得懂吗？你这个婆婆啊，很厉害的。还完了，你这孩子就走掉了。所以我叫你们自己，什么事情要悠着点，就是知道这个老婆来还债的，你也不要怎么样，啊，就是知道怎么样，你也不要去拼命的叫人家还。所以很多老婆说，哎，我老公欠我的，对他整天不好，整天不好，到最后有一天老公跑掉了，因为还完了，听得懂吗？明白了。你叫他每天要念小房子，叫他妈妈，一共小房子要念。384张，这是目前第一波。我已经为他收送了800张小房子了，换成7000条我已经。嗯，好一点点，他好了一点点。好的。嗯，你叫他要吃钙片。钙片。啊，还要叫他吃那个卵磷脂。好。好吧。好的。嗯。还有身上有毒，他经常便秘。是的，是的。已经脑子经常有点转不过弯来，听得懂吗？经常有痛苦感觉，明白吗？叫他的婆婆不要再乱弄他了，你
懂什么、啊、老婆婆还要搞这种法术呢，头上拉拉下来像真的一样，你要不要我把你魂弄掉啊？我来拉拉看好吧。这是他妈啊，这是他妈，是啊，我就知道是他妈呀。他没学什么法术呀。你看他刚才在他儿子头上这么抓，不要抓，听得懂吗？劝他了，你知道他妈妈，你看看他妈妈的脸像谁，你们知道吗？像地，像不像地府的官啊？我告诉你，就是来要债，把他儿子弄还债，还的差不多了，把带走，很厉害，弄到最后还是他，明白了吗？你们就是，哎呀，你就随缘吧，你就是这种孩子了，没办法。你们家里老大是他妈，老二是你老公，你是老三。如果你们家再养条狗，你就变老四了，听得懂吗？好好念经啊，小丫头，明白吗？我们在为他念多少小房子，多少换多少鱼了？放生要放18000条鱼，好吧？好的。小房子要帮他念，不停的念，好吧？好的。最后大概要念到890章。890，现在已经快到800章了。啊。还要念，念到他好，他以后再能站起来，但是浑身无力，要拄拐棍的，好吧？他如果好好念念经，他能站起来的，没什么大问题的，好吧？他只是萎缩症很厉害的，啊，他萎缩，他的肌肉在都在萎缩，萎缩到后来、完全松起来了。他现在的吞咽都好错的，吞咽都错问题。吞咽是吧？有一个方法，每天给他喝大杯水，早上，然后让他自己做手，你叫他妈妈给他做手部按摩，你给你老公做手部按摩的时候给他念大悲咒，每一次吞不下去，你就手放在这里按摩，然后你嘴巴里念大悲咒，你试试看，每一次帮你叫他吞得下去，这是暂时的办法，好不好？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，感恩恩师卢俊宏。几几年属什么？90年的马。小孩子是吧？90年的马，脑子出毛病。就是。他可能现在的名声可能又上升了。他不单单名声上升，他还会经常就是抽筋啊。是。现在这几天特别的厉害。你别看他现在不响了，我告诉你，这个灵性在身上蛮厉害的，有时候发神经病的时候，突然间还叫。是。一号晚上我们住在旅馆里，他昏死过去1个多小时。上海的同学和贵阳同学给我们住院，大悲咒心经，后来1个多小时醒着来，后来。后来我们不要讲了，现在不要讲，听台长讲。你讲什么了？我都看见了，你讲什么了？身上有一个鬼，是他家里，你们家里的妈妈，这个是一个男的，不知道是他你妈妈的弟弟，也不知道哥哥死掉的，也不知道是一个就是兄弟，是一个男的，在他身上。就边上是他妈妈的啦，啊，你知道吧？啊，他另外的名声有没有？你妈妈打过胎不啦？有的，死在肚子里了。死在肚子里是吧？是不是一个男孩啦？你去问问你妈妈了。现在在他身上这个灵魂，而且这个死在肚子里是你妈妈不当心，听得懂吗？像他这种病，就是他，你要看病看不好的呀，
我就是看不好的。当然了，你花多少钱看不好的？就是、你哪是专门医这种医院里说没办法救的看不好的人的呀？那如看得好来找我干嘛？看得好来找医生呀？就是我知道的死的呀，刚接触三四个月。嗯，稍微帮你救救他们，好吧？好的，谢谢。他跟我讲几句话，你再给他变相，好吧？小弟，你好吗？师傅，你现在身上的灵性，台长已经叫他离开了，你很自由，你开心吗？开心。小弟，你要看看台长头上有没有光啊？这个光会帮助你的。有。这个光能够帮助你身体越来越好，你开心吗？开心。好。你愿意不愿意吃全素啊？吃全素。好。小弟，台长爷爷能够帮助你恢复到很正常，人家都会不会看不起你，每个人都会对你很好，他们都会很爱你的，因为你很老实，你是一个很好孩子，以后别人讲你说我的师父是卢台长，他们以后就不敢欺负你了，好不好啊？小弟，你以后能不能念经啊？念经。好。你自己相信不相信你的身体会好啊？会。啊，师傅啊，我告诉你，你自己要有信心，台长爷爷会经常到你梦里来看你的，好不好？好的。你过去应该有一次梦见过台长爷爷的。是看了台长爷爷的 DVD 啊之后，你想想看有没有啊？有。我现在可以叫全场几万人，如果可以做梦做到台长这个梦的，就是看见台长发生的，一举起来吓你们一跳。我可以告诉你，我救人根本不是靠现在救的，完全是靠发生。发生很厉害。卢台长，我刚才刚好想说，一号晚上他不知不觉就是半夜里他说做了你的梦，看见了吧？做了你的梦，他说卢台长是活菩萨。这个不要讲了。他第二天很正常。很正常了。哎、我告诉你，你等他经帮他念好了之后，他还要正常。好的。那这个小弟弟，台长救救他。小菜一碟，感恩我台长，我救了多少人了？感恩师父。你知道上次有一个佛友说，被台长救过的像这种类型的病人，各种各样的病，可以开个万人法会，你相信不相信？这八年。那卢台长，我还想问一下，他说一个相撞头是什么意思？什么？他有一次晚上临身撞他的身的时候，眼睛出血，嘴巴出血。后来他这个恢复的时候，他跟我说：“妈妈，我好像有降杠头，我也不懂什么叫降杠头。”啊？你嘴巴，你话讲的慢一点，像什么叫降杠头？降杠头。哦，下杠头。哎，我也不懂啊。你不懂吗？我讲给你听啊，否则你找我干嘛了？下杠头，大家记住了，在东南亚非常流行。如果你这个人得罪人家了。人家很恨你，又搞不了你，怎么办呢？人家就是通过念经，这种经呢是咒语，这个不是我们的这种，我们的其实十小咒是属于菩萨的经文，只是它比较短，所以称为十小咒。
但是呢，真正的下杠头那些咒语呢，是地府上来的。他冲着你念念念念之后，你的魂魄会被他念掉，你就会觉得空空的，人傻傻的，然后呢发呆，然后呢整天倒霉，这就是被人家下杠头的。你听得懂吗？现在他说人家给他下杠头，就是说这个鬼上身搞他。就是呀。就是呀。然后还有那个，知道他靠什么办法把他搞掉吗？人家来搞你，你就要请观音菩萨慈悲，明白吗？明白。我告诉你，你跟我记住了，你好好的修，你这个嘴巴不要乱讲话就好了。知道。嘴巴话太多，乱讲。知道。明白了吗？我原来不知道的事情。你现在要懂得，这个孩子，你如果发现他抽筋，有灵性上来了，赶紧烧小房子。明白吗？如果不能烧小房子，赶紧跟观音菩萨妈妈讲，不要自己直接跟灵性对话，因为你跟灵性一对话，这个鬼就缠住你了，他就不走了。所以很多人你们要记住，如果某一个人突然之间昏厥，嘴巴里胡说，你们千万不要去跟他讲，因为你们那个时候跟他讲话已经不是他本人了，是一个鬼了。你们知道台长在印度尼西亚那一天跟200多个弟子代表在吃饭，突然之间一个乌龟精趴这个女孩子身上，那女孩子就21岁，头发还染得金黄色的，穿着低胸服，突然之间就趴在地板上，就这么像乌龟一样爬过来，嘴巴里讲我又见财了，我又见财了，全部都有录像。你们想一想啊，一个人灵魂被人家控制了，你就完了。他现在就是被人家下杠头，明白了吗？他已经身上真的好几，有一次呢，他喝酒醉过一样的。我告诉你，你记住了，你好好念经，其他都不要讲，而且你不要太凶。你再这样的话，我就把你儿子身上的灵性弄到你身上来，他很快就好了，接下来你就跟他一样了。你想不想啊？你看，这就叫妈妈，不要。哎，这刘台长，我们要这个念多少小房子？小房子跟他好好念，108章。108章。我一开始108章，后来变1030。就是啊，108章，一波一波这么念下去。放生。你问小弟，你现在，小弟弟，你现在舒服不舒服啊？舒服。看见吗？讲都不要讲了，你讲话有什么用啊？我告诉你，好好念经，放生放13000条鱼吧，好吧？小弟，好好的，乖一点啊！还有我家的佛台，给我看一下。家佛台蛮好啊。好，右面不好，面对佛台的右手边是个什么房间啊？我们在主楼啊。佛台边上什么房间？哦，佛台边上是这个原来是洗衣服的房间。看见了吧？有灵性在里边。家里的灵性。赶快贴山水画。把它割掉，嘴巴不要乱讲话。你家儿子这个病，你好好的念，明年你带他过来，台长给他特殊照顾。我告诉你，你看他现在都合掌了，这孩子，看见吗？他也是，我问一下，也是什么意思？可也是，这几年属什么的？九一年的马。棕色的，咖啡色的。给他穿咖啡色的衣服和给他穿咖啡色的衣服。好了，不能再问了，没时间了。好了，好好的把孩子教育好，你有你这种妈妈，孩子好不了。快下去，好好念经啊。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。快点，抓紧时间。我想问我儿子，他做事什么都不顺利。他是1988年，属龙的。讲都不要讲的，他不是他不顺利的问题，他对你有反叛期，他对你讲的话他都不愿意听。对。我告诉你，讲都不要讲的，赶快给他念小房子超度，你身上打开的孩子在他身上。好。听得懂吗？听得懂，我念过了吗？念过了没走？哦，还要念多少呢？49章。好吧。好的。没什么大问题。
你这种很小的事情，等到灵性走了，你的儿子慢慢就会乖起来，然后天天帮他念，让他读书好的经文，心想事成的经，那是准提神咒，很短的，每天给他念49遍，好不好啊？好的，没什么大问题的。好的，好了。我现在再问一个，我同修的那个老公，他走了亡人，叫什么名字啊？叫邓静平。邓。邓小平的邓，静安的静，平。平什么平啊？平安的平。05年走的。男的是吧？男的。你对他抄得很高，非常好。谢天上高了，谢谢天上。好了，下去吧。感恩观世音菩萨，感恩整个台长。我是我的儿子，1995年的。看什么？看身体啊？对。哎呀，怎么都是这个病啊？是的。自闭症啊，对对对，鼓掌啊！我告诉你们，你记住了，他的自闭症跟你很有关系啊。你跟老婆整天吵架，听得懂吗？是的，是的。你跟老婆两个人会分掉的，给他造成很大的伤害。明白了吗？你好好忏悔吧。这有什么办法呀？什么办法？给他好好念经啊。每天给他念心经49遍，他给他念小房子，像这种以后很快就不能上学了。他现在还能上学吗？现在上个途中得了病，已经不上了是吧？是的，上个看见了吗？忧郁症啊，大家看见了吗？台长是忧郁症的老手，我告诉你，你好好听话，你现在不能吃活的海鲜了。是我儿子本人是吧？我没吃的，我是如果吃的比较吐的，不吃的，那个青蛙都不能吃的。那你是许愿吃全素呀？好的，我现在开始许愿，基本上就不吃了。不要说基本上，许愿不许愿？好的好的，你今天讲了不要开玩笑，好的，开玩笑之后你生病。好的，好吧，你许愿了啊？啊，我帮你送上去啊。谢谢。你许愿了啊？呵呵。我给你挂个号，你要是敢吃活的，我告诉你，你自己倒霉，你肯定会来找我的。我没有办法，我一定做到，一定做到，一定做到是吧？还有对女人方面，只可一个，不可太多。好的。这个呢，我也不强行对你有要求，因为像你这种人，对你有这种要求，对你来讲非常残忍。好的，好好的，尽量老实点了。好的。还有，给孩子每天念心经，让他心胸开阔。然后小房子，一共要念400多张，430张，好吧？好的。慢慢念，孩子就会开心了。心经每天念多少？心经念21遍，大悲咒念17遍，礼佛念3遍，好吧？这个孩子，我告诉你，我现在刚刚看他的图腾。整天把门关起来，在里边玩电脑，听手机。他的头顶颜色是什么样的？什么？头顶颜色是什么样的？这种颜色有什么用啊？你赶快先把他病治好啊！有什么用啊？几年属什么的？95年属猪的。白的，叫他穿白衬衫，不要穿这种。你们记住了，凡是穿衣服，当中白的，边上弄两个黑的，就像人家戴孝一样的。不可以穿的，听得懂吗？那我们放生要放多少条鱼？放生你放个企业，你给他放了，慢慢放吧，放了3万条。好的。你这个人钱是赚的不少，我都看得出来，好好的努力，明白了吗？小弟。好的。小弟你给他讲，小弟，台长你好。你乖一点，台长爷爷能够救你的，你这个忧郁症小事情，听得懂吗？你自己念经会越来越好的，你仔细看台长爷爷头上有没有光啊？有。我再叫你仔细看，看到什么吗？有没有菩萨？仔细看，用劲。
图上有没有菩萨？用近看。看得见吧？看得不太清楚。有没有个形象啊？白的。形象倒是有。我告诉你们，你们记住了，他是有一个抑郁症、自闭症的人，因为他身上有灵性，所以他就能眼睛看见很多东西。大家听得懂吗？所以我可以叫他看。小弟，你相信台长爷爷能救你？每天念经、许愿、放生，你一定病会好的。台长爷爷给你个要求，4个月让你大变样，你好好念经，吃全素行不行？跟爸爸一起，好不好？谢谢台长。试试看啊。吃全素。好。全部都吃素，好不好啊？很好的，素很好吃的，对不对啊？西瓜也是素的，明白了吗？好不好啊？你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我还有什么问题吗？快点。32年的属鼠的老人是吧？只能问一个了。是32年属鼠的老人。走掉了是吧？活着还走掉了？属猴的，属猴的，32年属猴的。干什么了？问什么了？好了，算了算了，本来问个盲人就算了，好好的。许过愿，我告诉你，我不跟你开玩笑的啊。大家看到吗？人可怜吗？你们正常的时候，你们没有看见别人很可怜的。等到你们哪一天，等到你们感恩大慈大悲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。你讲呀。感恩恩师卢军宏台长，求师傅给看一个81年属鸡的，看看他的业障，看看他的那个灵性。81年属什么？81年属鸡的。他自己的业障由他自己背，不让师傅背。是不是男的？男的。81年属鸡的。哎。哎呦，整个的脊柱啊，后面的关节啊，脊柱啊，全部都是歪的。他的后面那个脑神经啊，全部有问题，听得懂吗？脑神经全部有问题，一团乱麻一样的脑神经，我刚刚看到。所以他的脑子会有问题，他的脊柱撑不住，听得懂吗？我告诉你，他就像中风一样，虽然没有躺下来，就像活着中风一样。是的。你要叫他好好念经的。师傅，他来了以后住2次医院了，他就要见师傅，一说今天见不到师傅，他就抽过去了。一说见不到师傅就抽过去了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你以为他要见我啊？师傅很可怜的，都是那些鬼啊，他们要见师傅能够超脱，他们要我帮助，不是他本人， 是身上的灵性讲话的。是的。对不对啊？对的。灵性在他身上啊，要见师傅，他可以超脱，所以不给他超脱，见不到师傅他就会昏过去，实际上去折磨他，你明白了吗？已经给他送到医院2次了。看见了吧？求师傅。我看到了，这个人我看到了。那你赶快给他念经吧。他小房子的数量。赶快讲。他自己会念。嗯。大概念517张小房子。517张小房子。好吧。放生多少？800条。他前一段时间打通过师傅的电话。他自己我知道。好，现在我先叫这个灵性先走掉，让他舒服一点，好吧？但是要赶快念，否则他会上升的，好吧？至少这2天保证没事情，好吧？你问他呢，他的后面的脊柱已经开始热了。你现在热不热了？你热不热？你把话筒给他。我热，师傅，我热。看
舒服一点了吧？舒服，我一定要好好研究。嗯，这个灵性不走掉的话，你会很痛苦的，这是你上辈子欠人家的。现在因为有师傅，你求你学心灵法门，他就来找我，你听得懂吗？所以你要好好念经，否则你不念经的话，他找我。如果全世界这么多的人都找我，你说师傅还活得了啊？听得懂吗？一定要自己念，好吧？他经常会来跟你讲话的，你自己告诉我啊，他是不是经常跟你讲话啊？现在已经上升了，没关系，先离开一下啊，好，啊，看见吧，看见了吗？大家，每一次一个魂离开身上，这个人就当场就躺下来了。现在明白了吗？给你们颜色看看，不要不相信，好好的学佛，好好的念经。台长一年到香港来一次，希望大家珍惜，好好学佛。好了，刚刚。最后，因为他看见台长身上观音菩萨，他拼命的在讲，所以他离开了，他身体很好了。你们过去几届，你们都看见，每一年师傅来，有的灵性在身上当场讲一口蒙古话，他根本这个人从来不会讲蒙古话的。有的人老人家从来没打过拳，在这里前面打拳，所以我希望你们好好的努力。这个世界还有很多看不见的东西，希望你们好好努力，好不好？没问题了吧？回去会好一点了。啊，下去让他们停下来，能回家，好好读经，好好念经，好吧，放声许愿，听台长爷爷话，他们的爷爷，我太老了，我看他比我还老。好了，下去吧，好吧，没事了。大慈大悲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，感恩恩师卢军宏台长。好。卢军宏台长，法喜安康，是我们的福。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好，我们香港法会今天就到这结束了。那明天呢，不回去的呢，台长晚上还是会在另外一个三万人的大厅跟大家啊，还可以再有几天。感恩大家，谢谢大家来看台长，希望大家好好相信菩萨，好好努力。台长经常说，一定要相信观世音菩萨，这个世界看不见的东西。一定会有的，你们不管出了什么问题，你们要想到有观世音菩萨，不要害怕，哪怕生了癌症，也要想到观世音菩萨一定会救我们的，你们的师父也会救你们的，谢谢大家，感恩大家，很想念你们，希望你们一定要好好修，越救人越多，每一天的修行就是每一天的进步，每一天活在我们的天上，人就法喜充满，好好的念经，不让自己生病，就是对得起菩萨。